猫耳朵，这个只能下手啊，取下它的钙片，给它，哎呦，整出来啊！转的时候看到没？根据它这个螺旋形状，咱也这样转转转，看到没？哦呦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！沾点调料，这个猫耳朵咱是鲜活给你们发货啊，保鲜不保活，但是收到货质量咱必须很 OK 啊。看着质量，嗯，哇，黄，太香了。这个是特别有嚼劲的，如果说牙口不好的啊，你们多煮一会儿吧，行吧？我这个就水开了煮个四五分钟，牙口不好的话，你们煮个十几分钟，高压锅焖也行啊。你就喜欢吃它，就有嚼劲啊。它跟海螺不一样，看它也叫螺，但是跟海螺口感完全不一样。嗯。